邀请到了重量级的嘉宾。三二一，一二三，演讲吧，好嘞，现在先生。Yeah! Yeah!小游戏，好，演技大考验。这游戏规则呢，就是我那天真是紧张到我都不懂我自己在讲什么啊！游戏规则简单来讲，就是因为分成两队，所以我们要猜另外一队到底谁吃了哪一样食物。了解 ，Yes 啦。了解 ，Yes。这样子用是对的吗？嗯，对。好，那我们的材料有哪些呢？第一个就是很辣很辣的泡面，跟不辣不辣的泡面。哎，你们可以吃辣吗？完全不行。其实我也不行。你也信吗？马来西亚人大家都会吃辣的东西，不是？我对不起，我不吃。我全家都吃辣，就我不吃。哦，那很特别。那么第二个材料呢，就是糖跟盐，要很大汤匙的盐哦，满满的那种。好，再一个就是 Oreo， 那一个是正常的 Oreo， 一个是挤牙膏的 Oreo。挤牙膏哎。那可以吃的，我每天都在那边吃呀。马来西亚人超级奇怪，他不吃辣，吃牙膏。再来呢，就是喝一口水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没有喝水。Oh my god， 我是讲含水，我不是讲喝水。我那时候真是我在做什么？一个是含着水，一个是嘴巴里面是没有水的。OK。猜到了就拿一分，那输的就有一个小惩罚。一进去前跑吧。那我们就这样分队了，加油！加油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我们两队先猜拳，赢的可以先选。啊，这个很重要哎，剪刀石头布。不过我想要念日文的。じゃんけんぽん。じゃんけんぽん。愛国でしょ。Oh no！ 愛国でしょ。对。是什么意思？再一次。再一次。じゃんけんぽん。哦。愛国で。你已经输了。那这个。给我们吃。辣的应该比较好吧。你这个比较打架，哎哎哎！可是我们是女生的。对啊，那好，你呢？这个我们差个，耶！也很性格啊。哦，对耶。那你们要关好，差不多耶。不要偷看。没有，没有啊。俊仔还会偷看。习惯。真的。那是面带，面带有偷看吗？快打开眼睛哦！可以开吗？可以，可以了。看到吗？哦。没有看到。3、2、1。刚刚什么表情？哎，但是有可能盐的。对。粗哑的表情，很咸咸的。对啊，受不了。大个的话，好像没有事，因为汤的话吃很多也其实也还好。但是有可能它很会盐，你们喝下去好不好？我已经吞了。哦，很快。哎，嗯，为什么你不讲话？你可以讲话啊，因为拍影片要讲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懂了，我们真的懂了，真的啊，真的知道。那你们就直接猜谁吃盐？谁吃盐？嗯，3、2、1，说呀吃盐，一定吧？确定？确定？确定吗？他应该一次哦。这样说的人，每一次都是输。I need water。你有渣渣的感觉，那你们选呢？要的，好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吧？嗯，很会演，我们是演员。这个泡面是什么？韩国的或者什么？最辣的。哎，韩国最辣的，可以吗？哎，要有自信吧。可以吃汤吗？怎么吧？你吃就好。我吃辣吗？你吃辣好不好？你我辣，我吃不辣。你也可以吧？你吃辣，你吧。怎么在聊什么？你吃辣，你吃快一点。好麻烦的，很麻烦耶。看起来很辣哎，这个。哦，对不起。好了，开了，哦，拜拜喽，开了。我现在俊仔的脸有点怪怪，好像快受不了那种的。那我先俊仔好了，那是托米也很像啊。但是我知道托米真的很大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他会动得很大，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太凶，啊，感觉俊仔闭眼睛的不行的样子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有我的答案。
猪掌。是。不不。我是啦。就讲会比较不想露出马脚的感觉，不简单啊，日本人。什么意思啊？那接下来就要换你们。那应该选谁吧？因为他们太弱，所以我们要给他们机会。好，那明天盖眼睛。好。很辣。可以吃 Oreo 吗？透明这有牙膏哦。没有啦。哦。可以吗 ？OK。啊，缩牙吧，我也觉得缩牙。他的嘴巴越来越小了，就是有变化，意思是没有含水，因为如果有含水的话不会改变。吗？不一定嘛。然后我刚刚看到有点哦，水缩牙啊，嘴巴这边有水。那缩牙呢？我们刚刚发现他不会演缩牙。回来，你有含水。耶！是刚刚他就是故意这样子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学习好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越穿越。可以吃的。一点点就好。真的可以吃吗？这是小孩子的，你想一下，小孩子刷牙很爱吃牙膏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在日本没有这种文化。这是什么口味啊 ？Peach。哦 ，Peach。啊，黏黏的。但是真的看起来很像 Oreo 里面的 cream。这个比辣的那个泡面还辛苦的感觉。闭眼睛。好，闭眼睛。我刚刚吃辣的，对，你演得很好，所以你吃比较好。你喜欢刷牙吧，对不对？你不喜欢吗？确定吗？确定。好好，我吃。哎，最讨厌这种心理战术。哦，开眼睛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要吃哦，吃哦。已经开始演呢。三二一。可能是那刚刚笑的是故意笑的，就讲的。我不知道 Tommy 是不是用刚刚那个招数，但是好像有点夸张一点。好，我吃了。你吃了？是不是牙膏一直黏黏嘴巴？哈哈哈哈哈！没有没有。是吗？我自己觉得是 Tommy。啊，我觉得是俊强。俊强？你看他的样子，就是吃完牙膏这个样子。呼一口气，我就看有没有 peach 的味道。自我比，自我比。Tommy 还是俊江，俊江的牙牙齿是变白了。我们的答案是俊江。对。呀！最讨厌那种心理战术。为什么？真是。好吃吗？怎么样？很好吃。俊江，你的牙齿变太白了。那怎么办？平手。经纪人，他决定谁演的最不好。诚实一点哦。决定好了吗？决定好了吗？三二一，俊佳。你要死了！刚刚牙齿变太白了。到。辣！好，哇，那么尴尬，算到一家，啊！水，是啊，是糖甜，全部，牙膏，牙膏不是，啊！Queen， 骗人，有变白吗？
好吃吗？娟娟，おいしい。麻醉，麻醉是什么？不好吃啊，这难吃。一，好白哦。好，闭眼睛。我吃辣的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